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98页，498页，倒数第四行，经一密教，智金刚、金刚手、金刚沙陀等，乃一名之意义，意思都完全相同，人王经，念诵仪轨上卷，说此金刚手，即普贤菩萨，手持金刚杵者，表起正智，犹如金刚，能断我法，威悉掌故。人王经仪轨上说，这个金刚手菩萨就是普贤菩萨在密教里头所现的身像。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手持金刚杵，是表智慧，代表正智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犹如金刚，好比是金刚一样。这个智慧能断我法，威悉掌故。这个威悉掌是说的无时无明的习气，无明容易断，原教初住菩萨就断了。所以在华严经看到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，里面居住的人是41位法身大士，华严是原教，摄住、摄心、摄回向、摄地，这40个位次，再加上等觉，这41个位次住在十宝土。没有到这个境界的不住这个地方。住哪里呢？一般都住在四圣法界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。
设法界、四圣法界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。六道轮回呀，是释迦佛的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我们完全用极乐世界的话来说。啊，所以这是明心见性，啊，我们一般讲见性成佛，啊，是成佛，没错，不圆满，因为无始无明习气，啊，我们到今天也算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十宝庄严土从哪里来的？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。这个习气要断了，十宝图就不见了。所以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十宝图在内，不在外。啊，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十宝？它跟十法界不一样。十法界是生灭法，无论是依报、正报。通通都是生灭法，也就是说，它是1600兆分之1秒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啊，假的。那十宝图呢？十宝图它不是生灭法，它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，不是从阿赖耶。换一句话是真心里头流出来的，因此那个世界的一切法了没有生灭的现象啊，也就讲不生不灭。你证得圆教初住，这个相就现前。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断了，就是此地讲的我法唯识障。这个障要是断掉了，十宝图就不见了。出现了什么呢？出现了常寂光。这个菩萨了，功德圆满了，回归常寂光。回归常寂光不叫菩萨了啊，华严经上称它作妙觉如来啊，他不是菩萨，他是佛了啊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那么入常寂光之后什么相都没有了啊，就是一片光明，没有身相，也没有心的相，念头相通通没有啊。换句话说，科学里的讲的三种现象，或者阿赖耶讲的三习相，它通通都没有啊。这是本体，这是自性，自性什么都不是，但是它什么都能显。众生有感，它就有应，应就现象。啊，现象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啊，住在常寂光里头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现象依谁的意思呢？依感的那个人，那个人想见什么相？妙觉如来就现什么相？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那个应没有了，消失了，相就不见了。啊，从哪里现象呢？确实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因为常寂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
啊，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我们没有办法觉察，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，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不知道它存在。它也不是心理现象，所以第六识、第七识都圆不到。啊，真的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一片光明。啊，那么常寂光土、常寂光身，身土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我们用个简单的比喻，就好像我们一个房间，这几十盏灯。灯通通打开了，光跟光融成一起，啊，分不出来了。啊，可是它真有，你看，熄一盏灯，那盏灯就不亮了，它的光就没有了。你打开，光跟光融成在一起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智慧是圆满的，德能是圆满的。相好是样样都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啊，自己修到这个程度，一切诸佛如来，跟一切诸佛国如来融成一片了。一切诸佛如来所修的，就是自己修的；自己所修的，就是一切诸佛如来修的。它融成一起了。啊，所以。智慧达到究竟圆满，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常寂光真的是很不容易形容它，啊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佛法修学最后的大圆满就是这个。啊，那么。普贤菩萨早就证得了，啊，他是妙觉如来。为了帮助毗卢遮那佛教化娑婆世界众生，现菩萨身。啊，那么如来度众生，这是感。啊，这个如来是报身如来，法身。是毗卢遮那，主要是报身，卢舍那佛，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，啊，不是报身，应化身，啊，应娑婆世界就是这个地球上众生之所感，啊，应示现32相80种好。实现这个事。又甚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说，此金刚手啊是法身大士，是故名普贤。啊，那么这是都讲的是从报身上说。从他现象上讲，即从如来得持金刚杵，其金刚杵无智所成，故名金刚杵。啊，这个无智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，是无智，经文后面也有说。参考资料在23页，啊，最后的两行，无智，贤教，转八识而成就四智，以列为究竟报身如来。啊，这是贤教里面讲的，转八识，成就。
四种智慧。啊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，转第七莫那识为平等心之，啊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之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，转识成智，这是显教大乘。圆满的果位就成佛了。啊，但是密教呢，他讲第九识，显教只讲到第八识，第九识叫阿摩罗识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八识的本体。他讲这个，所以第九识在因为为八识之总体，啊，八识呢，就是第九识变现出来的。那么第九识是什么？是自性的，是真如啊！啊，显教不，他再立一个第九识。啊，显教说八识，这个八识是妄心。啊，阿赖耶是妄心。是从真如本性里头变现出来的，怎么变现出来？一念不觉，啊，二有无明，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识，是这么来的，一念不觉啊。他现在把这个体称为第九识，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么所转的法界体性智，二为五智，这是密宗里说的。啊，显教里头只讲四智，他多了一个，就法界体性智。啊，以金刚界智法身之大日如来。实际上，大日如来、毗卢遮那如来、阿弥陀如来，真的它是一体。那么这五种智，下面有个简单解释：第一个，法界体性智，是转阿摩罗识所得。法界呢，有差别之意。诸法差别，其数过于尘沙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呢、啊，这叫法界。啊，法界体性即六道。啊，体性呢就是六道。楞严经上讲七道，啊，这个六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啊，后面有个识。楞严上呢，就有个见道，啊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。见识啊，讲七个啊，所以楞严会上啊，
二十五圆通，以二十五位菩萨来表法，他们怎样修行正果的？啊，从哪个门进去的？把一切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或者经上所说八万四千法门，归纳成二十五个法门，二十五类，二十五个法门展开，就是八万四千，就是无量法门。有从六根入门，啊，转舍成智，明心见性，又从六尘，啊，六尘是六根的对象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啊，从六尘下手成就的，又从六识，六识是眼耳鼻舌鼻舌身意，啊，那么这三六即十八，加上七大。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，所以总共啊二十五，二十五门，这就是二十五圆通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二十五圆通章有两个特别法门，按照顺序排的是普通法门，不按顺序的这是特别法门。啊，第一个看到的。观世音菩萨没有按顺序，观世音菩萨是六根，啊，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根，那观世音菩萨是耳根，耳根排名应该是第二，啊，第一个是眼根，第二个就是耳根，眼耳嘛，啊，他排在最后。排第二十五去了，啊，这个非常明显，啊，他排位应该在第二，拉到最后一个，这就有特别意思在了，啊，像这个从前中国演的这些戏剧，最好的这一桌戏的时候。一定是放在最后压轴戏，啊，越是放在最后的时候最重要的，啊，这个非常容易看见。另外一个是一般人疏忽了，为什么他移动的位置很小？就是大势至跟弥勒菩萨，啊，弥勒菩萨是十大，你看七大里头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见大十大是指菩萨，十大最后一个十大是弥勒菩萨，他们两个换了位置，啊，把大势至菩萨排在后面去了。把弥勒菩萨排在前面，弥勒菩萨第二十三，大势至菩萨第二十四，观世音菩萨第二十五，所以这二十五圆通的时候要细看，不能粗心大意。两个特别法门，不是一个。这种排列，特别是对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来说。啊，观世音排在最后，说明这个地球上众生六根耳根最利，
看东西是没看懂，听懂了。所以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就学生听，没有文字，没有讲义。孔子当年在世教学，也是讲学，也是没有文字，没有教材，完全用口说而听，这样开悟的，这样学成的。所以说，文殊会这个楞严会上，文殊菩萨代表，我们这些众生选择法门。选择什么？选择观世音菩萨的耳根。此方真教体，此方是指我们的地球真教体是清净在音闻、音声耳闻。这就是这个地方众生耳根最利。那么大势至菩萨他也是个特别法门，他没有按照顺序。他代表什么呢？他代表见道。这个表法呢是表念佛法门。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念佛这个法门是通遍法界虚空界。一切众生根基他都摄影。所以念佛法门是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上中下三根普被立顿全收，不可思议的法门。观世音菩萨耳根专门对这个地球上众生，文殊菩萨选择的耳根圆通。那么这个地方跟我们讲的法界体性就是六道。大师住于此六大法界之三昧，名为法界体性智，主方便究竟之德。这个智慧法界体性智，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。显教是这么说法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他去做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过一句话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三样东西，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智慧德相。”德是德能，相是相好。相是物质现象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
华藏世界一真庄严，这是相。啊，德，那就是讲万德万能。啊，无所不知是智慧，无所不能就是德能。啊，这两句话，一般宗教里是赞美神的，赞叹神的，没有人相信。啊，不可能，人不可能这个完的完的，不可能，一切都知道，这人不相信啊。啊，实际上真的，你见性之后，你就确确实实证得了无量智慧、无量的德相。啊，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看，你就能看出来。释迦牟尼佛不看别的，49年讲的一切经，从哪里讲出来的？谁教他的？没人教啊。他过去参学的，学那些宗教，学那些哲学，那都没有超越六道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全是世间法。啊，婆罗门教修四禅八定，修成功了，最高的也不过是非想非非想出天啊，四空天最高的，再就不能上去了，认为那就到头了，没有了，把四空天看作是大般涅槃啊，涅槃这个术语也是婆罗门教出来的啊，佛也用了它。啊，但是婆罗门教对这个涅槃是产生了误会，不是真的涅槃，涅槃是不生不灭。啊，真正的不生不灭，不在六道里头，在六道外。小乘证得的偏真涅槃。啊。大乘证得的是究竟涅槃，啊，没人教他。这个事实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肯定了，相信不怀疑了，我们就有办法成佛。啊，如果你有怀疑，那你这一生成不了佛了，你就有障碍了。啊，就是学东西，不要老是自己能学通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啊，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没老师，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没老师。啊，还有一个我们知道的，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没老师。啊，穆罕默德也是不认识字。啊，居然能够摄出一部《古兰经》，别人给他记载，他说，别人给他写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自性本具的智慧嘛。你不能不相信啊！啊，《古兰经》里头确实有啊！啊，穆罕默德当年在世，劝他的信徒到中国来学智慧，有这个记载。啊，回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穆罕默德还在世，唐朝时候人。啊，大概距离我们现在1600-1700年的样子。
啊，东方人懂得，西方人不知道啊，一定要学了才会呀，东方人不学也会呀。啊，怎么样会的？要把心定下来，这叫完全用禅定的定功，也就是叫你放下。啊，放下外面。外面说的什么？佛把它分为三大类：无明、尘沙。尘沙是比喻，啊，比喻分别，无量无边，起心动念，通通在分别。啊，第三个是执着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归纳这三大类，这三大类通通放下了，你的智慧德相就现前了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，在菩提树下放下了。啊，所以他一生都在那里表演了，那表法了。19岁离开家庭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放弃宫廷里面富贵的生活，表的什么法呢？放下烦恼障，那是烦恼。19岁放下烦恼，那么，事先一个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呐，却学了12年，到30岁，光学多闻，啊，非常用功，精进努力，学了12年。12年不管事，全是世间法。啊，大概印度这些高人统统见过了，再找不到更高的了。所以他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啊，到恒河边上，毗婆罗树，这个大树底下，打坐入定。这个实现，是表放下所执障。障碍是两大类呀，烦恼障、所执障。啊，这一放下就开悟了，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中国出现一个慧能，跟释迦牟尼佛完全相同。释迦牟尼佛是入定彻悟。慧能大师是听经彻悟的，啊，听五祖忍和尚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悟了。啊，那这就是说明什么？开悟入定心，听经也行，84000法门门门都行，我们念佛也行，也能开悟。啊，念到什么？念到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就开悟了。啊，实际上经上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我们念佛，把执着念掉了，于一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就开小悟，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再用功。再努力，啊，把尘沙、无明也念掉了，啊，也不执着了，放下了，心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，就是一句名号，
也能够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啊，那我们再想想，我们从理上想，我们不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念一二三四，行不行？行。啊，念到把烦恼习气通念掉的时候，就开悟了。84000法门，佛家讲的，引申出去无量法门，他没有别的，就是叫你放下了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那是妄想。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恢复到你的清净平等。啊，清净平等是定，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定，小乘定；平等是菩萨的定，大定。后头就觉就开悟了，这一开悟了，自性里头。无量无边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啊，你住哪里呢？住十八土了。阿罗汉超越六道。啊，无明一破，四圣法界就不见。你住的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啊，在这个里头等着。微细烦恼，断这个，这个微细烦恼没有方法断的，只有时间久了，他自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境界里头，古德所谓的无功用道，此处用不得力，因为你一用力就有念头，他没有念头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所以那个习气是随其自然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华严经上告诉我，3个阿僧祇劫，可见。无始无明习气难断呐、无始无明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好断呐、断习气太难了啊！虽然难，但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等觉菩萨。渡到极乐世界去参学，让我们想到一桩事情：等觉菩萨何必还要去参学？没有这个必要啊！他就等待这一批微细的迷惑断掉之后，他就进入常寂光了。就证得圆满了，他何必还到极乐世界去？既然是要极乐世界去，可能极乐世界断这个微细惑，比其他的世界要来得快。那是什么原因？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。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等觉菩萨没有理由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体会到极乐世界的殊胜是没得比的。啊，我们了解的越深，了解的越广，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就越增长。想往生的心啊，非常坚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
你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不但对这个世界，对华藏世界，对一切诸佛这个净土，你都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。这个太难得了。啊，这些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这信心生不起来。啊，怎样才搞清楚？信心生起来是搞清楚的。啊，那么信心还生不起来怎么办？要多读这部经，多听这部经。啊，就是古人所说的“读书千遍”。其义自见，你自然明白了。为什么一千遍读下来心定了，妄想没有了，妄想没有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，天天读，天天去想，天天为人演说。可以收到教学相长这个利益啊，讲一遍胜过读十遍都不止啊，是在讲对自己利益是最大，别人的利益二三分呢，自己的利益七八分。啊，不讲不行啊！啊，有些意思没透，哎，一边讲下之后，意思透了。那么后面四种跟贤教所说的相同。啊，第二个大圆净智，圆净是比喻。啊，是转阿赖耶识所得，显现法界之万象，啊，显是现前，现前法界里面的万象，如大圆净智之，啊，这个现前整个宇宙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你通通清楚，好像这一面镜子。照的啊，非常清楚，一点不模糊，清清楚楚啊，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啊。那么智慧的体是来自自信，在贤教大圆净智是体。也是用密教把它分开啊，另外有个法界体性智，这就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啊，整体的作用就是大圆净啊，对遍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这叫大圆净智。平等性质呢，是转莫那时所得，成诸法平等作用之智。我们今天看一切法不平等，头一个用我，有人，我对我就亲切一点，对人就淡薄一点。有分别，有等级，有等级就不平等。这个不平等就证明你莫那时在作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本来是平等的。
都是自性变现的。古人用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什么叫自性变现？啊，譬如金、黄金，用黄金做出许许多多的器皿，全是黄金做的，那每一样都是平等的，花样不相同啊。啊，质量全是黄金，重量一样，成分一样，完全平等。啊，价格也一样。啊，是因为不知道真相。哎，里头有我喜欢的，有不喜欢的，这个错了啊。所以，转第七识为平等心智，它对于天地一切万物是平等心看待，啊，一丝毫差别。平等心怎么看待？一切法都有佛性，一切法本来是佛，或者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众生什么意思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就叫做众生。啊，动物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山河大地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啊，你到宇宙间去找，没有一个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只有自性不是。除了自性之外，全是众缘和合而生。众缘和合而生是一个本体，就是一个自性。都是从自性变现的，所以法法平等，法法皆如，没有高下了。啊，佛教人修学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说的什么？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无论哪一门都见性。啊，只要你一门深入。常识熏修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只守住这两句话，没有一法不平等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几千年来，古来祖师大德用不同的法门，都得定，都证果。这就说明佛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其他宗教能不能成佛？难。成佛不分这些东西，成佛是叫你放下。啊，无论你学哪个宗教，只要你能够放下执着，你就是阿罗汉；你放下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什么宗教都合适，什么学派也合适。啊，不一定要什么佛法了，肯放下就是佛法。佛法没有别的，佛法就是叫你放下。放得干干净净，啊，就叫做佛。啊，所以佛没有一定的法，啊，佛法无边呐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妙观察智呢，是转意识，就是第六识，分别好妙诸法。而观察中极，说法
断疑之智。啊，这个妙观察了，是恒顺众生的全智。众生说这个贵，我们也说贵；众生说那个贱，我们也说贱；众生说这个好，我们也说好。恒顺众生，教学的方便啊，先随顺他，到最后叫他随顺我。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，前面12年讲阿含，完全随顺他，啊，容易接受啊，啊，都做佛的弟子啊，讲得很浅显呢，啊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哦，大家都喜欢，啊，随顺他，啊，8年之后讲方等。方等就是一半随顺他，一半不随顺他。啊，慢慢提升嘛。这8年过去，连前面20年了。20年之后，佛完全讲自己的境界了，不随顺他了。啊，这般若啊，讲一切法皆空，一切法无所有。毕竟空不可得啊，这是方等跟阿含时候不讲的，有20年的底子了，讲这个话，大家不敢叫他奇怪了，对佛有信心，佛从来没有骗过人，句句话是实话，说这些东西初听听不懂，大概是太深。所以般若讲了22年，啊，把这些学生讲明白了，啊，在后面8年讲法华，法华是什么？是讲我们一生就能证得佛果，啊。帮助大家升起信心，发大誓愿，我们这一生要做佛啊！法华讲一乘法，帮助众生转凡成圣，转八识成四智。这佛教学的身躯啊，次第啊，步步向上提升呢、啊。第五，成所作智，那就是眼耳鼻舌身。啊，这个五识所得，因为有智慧了，成就自利利他妙业之智。啊，眼见的妙色，耳闻的妙音。什么叫妙色妙音？跟一般人见色闻声没有两样。妙在哪？妙在知道它的真相。啊，在见色闻声里头不起贪嗔痴慢，这个妙啊！啊，在一切万法当中，决定不会起一个占有的念头。啊，我要想得到，不会这个念头，这就叫妙。啊，你要是在一切万物里头想占有、想控制，啊，那就错了，那叫造业了。为什么不能占有？因为它是假的，念念不可得。它不是真的，包括这个身体啊，身体这个物质现象也是在1600兆分之1秒
频率波动产生的幻想。啊，一秒钟它有多少个幻想出来？1600兆。哪一个幻想是你？不可得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。没有量子力学家证明，我们对于佛这句话还是怀疑。不敢说佛说的不对，我们自己还在猜测。为什么没证的这个境界？啊，证得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就证得了。那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修到八地呢？八地以上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菩萨51个阶级，也就是禅定有51个浅深不同的差别。啊，八地这个定功很高了。啊，在51个阶级里面，它是最上面的第4个。这样的定功才能够见到事实真相，就是能够亲眼看到。啊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能够看到这个现象。啊，我们看到科学报告，现代的科学仪器已经能够追踪到1000兆分之1秒，能够追踪到，啊，这非常不容易啊！10几年前没有人敢相信啊，啊，我看过有个同学啊，告诉我世界上最大的显微镜，看最小的显微镜，在日本。这显微镜多大了？3层楼高。3层楼高是一个显微镜。啊，精密的仪器。啊，觉察到事实真相之后，真正明白人他就放下了。啊，没有放下的还是反复啊。啊，知道事实真相放不下，还要继续去搞六道轮回。啊，放下永远脱离轮回，证阿罗汉果。啊，所以佛不走科学技术这条路，他走禅定。啊，完全用自己的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染污的心生烦恼。啊，用戒定慧来转识成智。转过来之后所成就的不是现在科学能够相比的。啊，这真真不可思议。那么金刚术我们见过啊，密宗上师用的法器啊，一般呢
多半是同坐的，啊，两面、两头、五瓣、啊，五谷代表五支，啊，密宗讲的五种支，所以称之为金刚手，啊，手持金刚。金愿文曰：“金刚那诺延伸，若具显境，啊，就显教来说，啊，就相上来讲，则如啊过去注解，啊，像过去祖师大德的解释，啊，金刚那诺延伸。”是什么？是谁呢？天上历史那诺延伸，我们也称它为金刚身。大力坚固之身，取这个意思。金居密意。在此地呢，我们如果根据密宗的教义来说呢，那金刚就是啊，金刚与那诺延，均是这金刚啊，是一个意思，两个名称是一个意思，简称金刚，论其密本。啊，那它的本是什么？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金刚萨埵。萨埵是菩萨，叫金刚菩萨。即是普贤，乃法身大士。啊，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里面最高的，啊，像文殊普贤、观音释智、弥勒菩萨，都是属于等觉菩萨。啊，那么金刚是普贤菩萨的化身。啊，又密教尊金刚为示现的威猛相之佛。啊，密宗的佛很多都是很凶很威猛。啊，这样的佛像很多很多，不像贤教里面佛菩萨的像都很慈祥。啊，阿罗汉里头有威猛的，啊，佛菩萨里头没有，密宗的佛菩萨威猛相非常之多。啊，这个表，智慧降伏魔运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是以金刚那诺延伸。应结为等同如来之金刚身，或是金刚体。啊，我们这样子解释就圆满了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身是金刚身，是金刚体，说明是永远不坏。啊，我们这个肉身很脆弱。啊，容易生病。容易受害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得的身是金刚身。永远不会生病。永远不会坏。啊，金刚身指
金刚不坏之身，为佛身也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个人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完全相同。啊，体质相同，相貌也相同。啊，身有84000相，相有84000好，啊，完全相同。涅盘经云：“如来身者，是常住身。常住，对生灭讲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生灭身。没有一法不是生灭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我们应当要深深去体会。”为什么呢？最难放下的就是身，最难放下的就是亲情。你真正能把这一关看破，这就很容易放下。啊，这能放下，其他的通通都能放下。你在菩提路上就没有障碍，往生确确实实是可以做到啊。随愿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为什么？我们起心动念，阿弥陀佛全知道。啊，这在前面读过。阿弥陀佛的三明六通，达到究竟圆满。贤首过失在《望经还原观》上告诉我们，三种周边。第一个是念头才动，就周边法界，啊，同时周边，没有一丝毫差别。啊，光还不行。太阳光到地球上来，还要8分多钟。啊，晚上我们看到很多星星，有几百光年，光的速度，几百年才到地球，我们才看到它。我们念头那个速度太快了。念头才动，那边知道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念念都在联系住啊，没有一分一秒啊起障碍，没有啊。啊，我们念头才真知道，我们真想去，才晓得。啊，等他来接引，他来接引，马上就去，没有丝毫留恋，没有丝毫牵挂。啊，那他不来，不来，我们就晓得，还是要我们来表法。啊，做个念佛求往生的样子给人看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，是我们的工作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像《涅盘经》上所说的，常住身、不坏身、金刚身。我们把这个肉身，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身丢掉。到极乐世界就换一个金刚身，换一个不坏身，多好啊！啊，换了之后再来不一样了。
再来是尘缘再来，菩萨再来。你真想明白了，你的信心就坚定了，你的愿心绝不会动摇。你对这个世间真正放得下，啊，才真正是随缘呐、啊！啊，心已人往今日，世尊道是金刚体。信心即灭转法轮，两彼殊远。金刚体者，坚固具足；体者，身也。佛身坚固，犹如金刚。啊，经论里讲的太多。啊，黄念老六句一二中，啊，证明这个话不是假话，是佛常说。若具密意，啊，这用是密宗的教义，则往生者亦如世尊。得金刚不坏之体，故寿命无量啊，身居金刚坚固之力。啊，这一部经，它的内容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禅宗，有教下，有显教，有密教。不要看这是一本分量不大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一切教法、理论方法，这部经上全有。啊，所以读这一部经，绝不亚于读《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是包括一切法，这个也包括一切法。啊。我们得到黄念祖老居士提供的这些参考资料，来自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。啊，这是一份非常丰富的参考资料，啊，帮助我们。认识极乐世界，帮助我们了解经宗法门。啊，其目的不外乎帮助我们要相信，要发愿。啊，要相信极乐世界是真有。阿弥陀佛是真有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些是假有，不是真有。这个世界是一场梦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的比喻，比喻得很好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要这样看就对了。啊，它是一场梦，它不是真实的，极乐世界是真实的，它不是梦。第一。32页，那挪延伸愿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下面33，光明慧辩愿。
请看经文。神顶借由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。请看注解啊，身身体，顶是头顶，借由光明照耀。我们在很多画的佛像看到啊，顶上有圆光，身上有身光啊，圆光一丈，身光八旬啊，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。这是第三十三，光明慧辩愿。彼佛寿命无量，各种天人寿命一切无量，这个都是无量寿经上最重要的句子。啊，哪一个人不想得无量寿？啊，可是无量寿只是一句空话，赞叹而已，不是实际。啊，可是他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是真的，他不是赞叹的，他是确确实实存在的。啊，那我们学这个身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就得无量寿了。往生一定要晓得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往生是我死了以后再往生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活着去的，死了固然也有往生的少数。那是属于中阴的度的啊，本身确实有善根、福德、因缘这三样都具足，中阴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道理让我们能够理解啊，超度法师轨道能往生，畜生能往生，乃至于地狱众生也能往生啊，这些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善根福德深厚啊，一旦遇到的时候就得
诸佛为神加持，让他立刻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。不是人人都遇得到的。啊，我们有时候跟这些人比，不如他了。他那种勇猛精进心一下能发得起来呀，我们还发不出来。啊，现在阿弥陀佛来了，说我来接引你了，佛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了啊。那佛不能等你啊，你的机会就错过了。啊，说明你有很多很多牵肠挂肚的事情放不下。这个放不下就是往生的障碍，就是念佛不灵。啊，念了这么多年的佛，为什么消息都没有？啊，你总得去找原因呢。原因找到，把这些原因消除，就一帆风顺了。啊，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一般人读经听经确实有大利益，啊，上上根人就一闻千悟，他就开悟了。下下根人呢，常常读诵，常常听闻呢，慢慢就进入境界了。啊，信心不坚固，愿心不恳切，对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牵肠挂肚的事情。这就得感激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没有老人家长时期教诲，我们怎么可能开悟？啊，怎么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？开悟就是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之后才有选择，知道我该怎么走法，才欢喜放下。啊，放下一点都不难啊，对于极乐世界会生起向往的心、羡慕的心，啊，恨不得现在就去。那个世界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，又比佛光明无量，是故彼国人民身顶借由光明照耀，因为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所有的众生都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前面曾经讲过他的历史，啊，阿弥陀佛慈悲也，没成佛之前，他的慈悲就超胜诸佛，看到许许多多的众生，因为不平等而生烦恼。那么要让众生不生烦恼，最好的办法
就是那个世界平等。从哪里平等起？从身相平等起，相貌平等起，都一样。啊，不平等，你看相貌好的傲慢，啊，相貌不好的，他就有自卑感，这烦恼就这么起来的了。啊，所以他要令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不会生烦恼。啊，那就是那个地方样样平等，随心所欲。啊，一切都是你自己意念变化所作。这才真正能够摄受设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啊，以六道众生为主，六道众生最苦，六道众生最可怜，啊，先度他们，啊，要把这些六道众生度到极乐世界，他的享受跟化身大师没有两样，也就是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啊，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一家，机会不能错过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说这一部经说了很多次，不是一次，一切经佛只讲一遍，没有讲第二遍的，只有这部经多次宣说。这是大慈大悲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，机会错过了，再遇到可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们过去生中有没有遇到过？遇过。不遇到过，你为什么会相信？说明曾经遇到过。遇到过为什么没往生？啊，信不过。为什么信不过？没搞清楚。啊，真的，没有遇到这部经，没有遇到这个注解。这一部经这个注解会起大作用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九千年，九千年众生靠什么得度？全靠这部经，全靠这个注解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实实在在的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注解，没有看到这个本子，我对于净土也赞叹，不想学它。啊，所以我接受净土宗啊，前面大概学佛30年了，啊，怎么会相信的？我将近讲过几次。我是从华严法华楞严会上
知道这个法门的好处，看到文殊普贤度念佛求生净土，我才感动了。啊，文殊普贤是我最羡慕的、最敬仰的。啊，喜欢华严吗？啊，没想到他们两个还是发愿求生净土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啊，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得意门生入室的弟子。啊，他修什么？五十三参我们看到了，彻实彻宗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粗心大意没看出来。华严我讲过两次，第一次没看出来。啊，到最后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，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？啊，善财修什么法门的？啊，这也留意了，经上看出来了，通通修净土，通通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这把净土经论找来细细来读，因为在这个之前，《弥陀经》我讲过很多遍，啊，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，啊，认为这是阿弥陀佛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给别人听的，不是给我听的，那我不是这一类根基，啊。全是自己错了啊！啊，到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，再细心谨慎，啊，观察发现了。啊，一遍一遍的讲，一遍比一遍清楚，一遍比一遍深入。真正体会到古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啊，老师们所学来的很有限，一定要自己真干，要锲而不舍，一门深入，啊，才真正有所发现。就是有悟处啊，一边有一边的悟处，遍遍都不一样啊，叫法喜充满啊，然后再肯定啊，一门原来是一切门啊，无论是哪一门，一门就是一切门，一门通达，一切法门全通达，这多神似啊！啊，以前搞错了，样样都要学，也样样都通，结果学了几十年，一样也没通。啊，到垂老才真正知道古人的话，句句真实，没有一个字欺骗后人。啊，古大德多么可爱，多么令人尊重。啊，把这些好东西传给后代。啊，后人最麻烦的就是带着怀疑来学习，那要浪费很多时间。啊，跟我一样。
啊，要浪费二三十年时间。啊，也许这就是阿弥陀佛要我再住的理由。我有这么长时间的经历，说话也许别人会相信。啊，初学来讲啊，我人不服，不相信。啊，可能就这个原因。要不然我该早走了。我们再看下面，盖主，主就是佛，伴是各种人民，一切先生，亦如也。主办也如，主是阿弥陀佛了，办是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，还包括其他过道的众生。亦如完全相同。又光明者，自隐，这个隐就是亮。啊，自隐呢，谓之光，自己发光，照外面境界呢，这叫明。明是照的意思，叫光明。啊。光是自己放光，明是照外面境界，啊，照物之明，有而有。第一个是破案，这个案是愚痴，是烦恼，是习气。啊，智慧光一照啊，就开悟了。烦恼习气就没有了，啊，这是知照的作用。第二个作用呢，显法。显法都是为众生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啊，宪法的范围非常之广。也是无量无数，无有边际。啊，众生不同。现象不一样。程度浅深。啊，说法也不相同，要能应一切众生之急，所以佛有无量光明，有无量的分身啊，就现身说法了。盖佛之光明是智慧之相。见往生论著下卷，往生论两卷，又抄日月三昧经下面也说，是指大智外法，能照法界，名为光明。啊，涅盘经云，光明名为智慧。又大慧禅师云，执此。啊，只以此光宣妙法，是法即是此光明，
不离光明说此法。这三句话意味很长。这个光明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一切众生个个皆有，跟诸佛如来没有差别啊，就是此地所讲的主般也如，只是佛在觉位，佛不但是觉圆满的觉，我们是在迷，迷得很深啊。智慧到底是什么？在佛叫智慧，在我们呢，我们把智慧变质了，不是没有，有智慧变成烦恼了，就是智慧里头加上迷，它就变成烦恼，众生烦恼无边，诸佛智慧无量，一个意思啊。我们要把迷放下了，迷是什么？迷叫惑嘛，或叫迷惑嘛。无明惑，无明的迷惑，尘沙的迷惑，尘沙是外面境界，无量无边，都是迷人的。见思的迷惑。见思把所有一切现象全看错了，全想错了，这就是全变成烦恼了。所以经上常讲啊，烦恼即是菩提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这意思不就说出来了吗？怎么转呢？不迷就转了。佛说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所以烦恼不能断了，烦恼断掉了，智慧就断掉了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这八识不能断，断掉四智不就没有了，所以它是一个转变，转迷为悟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今天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什么原因？迷呀。我听说就在香港，我不知道，我的消息不灵光，昨天才知道的，听人家讲，香港在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发生两起儿女杀父母，什么原因呢？这报纸上登的这信息，儿女玩电动玩具，晚上都不睡觉，父母去责备他，干扰父母亲不好睡觉，责备他，他就邀了同学把父母杀掉，那我们要问这个起因呢？这起因是谁？电动玩具小孩迷在电动玩具里头，
连父母都不要了。你干涉我不让我玩，就把他杀掉。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这个信息太可怕了。报纸媒体一报道，我看很多年轻的夫妇看到了，不敢要小孩。要小孩将来怕成这个样子，倒霉的是自己。这还得了吗？所以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那个时候电视黑白电视，电视里面的内容不像现在。现在不能看了。老师就指着这个东西告诉我，他说这个东西你别小看它。它可以带给人类幸福，也可以消灭人类。换一句话说，它可以兴邦，它也可以灭这个国家，就看你怎么用它。它没有善恶，它是个中立的，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。看你怎么用法，播出去的内容。如果是伦理道德正面的，这就救了国家了，救了人类了。要播出是负面的，杀盗淫妄，会把这个国家灭掉。老师告诉我，这个东西，如果有缘。要用它来弘法利生好事情但是太少了。我们讲经说法用卫星电视，但都不能下载。电视台不给你传播我。虽然有六颗卫星，覆盖全球，一定要用接收的。这个设施你才能接受得到。一般电视台它不下载。可是现在呢好像越来越进步。我看到人有这个电视。接收电视的小机器好像手机一样。可以装到口袋里。世界每一个电台它都能收到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收看。大概再有个两三年就普遍。通通可以收看。那就看有缘众生了。喜欢收看听经的。这机会就有了，就再不会有障碍了。家庭，孩子从小要给他养成习惯，有正面的思想，不要有负面的。学校，家庭，学校。社会都要负责任。
如果要不好好的教，问题就非常严重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